嗨，大家好，我捷克卡特兰在2022年的第一天打开，非常的开心，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，我就忍不住马上的跟他拍了一个短短的视频，也跟各位男友说一声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。 这个品种我分开两盆的，另外的一盆现在有四个花苞，等另外的一盆打开的时候呢，我才跟他们做一个视频。捷克现在有四个花苞，是同一个品种的。